Woodbury 坐落于伦敦北二区，步行三分钟就是 Piccadilly 线上的 Manor House 站。区域拥有不可复制的天然资源，俯瞰双湖绝美景观，森林公园近在咫尺。它与大片自然保护区相邻而居，可独享伦敦市区优美宁静的自然风光。Woodbury 占据了稀缺的生态资源，它依山傍水，风景如画，正对两个得天独厚的天然湖泊 East 和 West Reservoir。 两大湖泊形似眼镜，也被拟称为眼镜湖。双湖附近已成为绿植野花、翠鸟、苍鹭等稀有候鸟的繁华栖息地。同时，区域距离伦敦三大森林公园之一、占地110英亩的 Finsbury Park 步行仅2分钟。社区巧妙地融入在森林、公园、水域之间，带给这里的住户他处难寻的优越享受。此外，这里也拥有伦敦市区丰富的娱乐、餐饮和购物配套，区域还是北伦敦最著名的学区之一。乘坐地铁约8分钟即可抵达国王十字车站。国王十字 King's Cross 是伦敦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，有10条地铁以及火车线路在此交汇，贯通了整个欧洲。国王十字也是伦敦最大最热闹的科技中心，汇聚着谷歌、 Facebook、 YouTube、 环球唱片等一众世界名企。乘坐地铁约20分钟即可到达伦敦金融城。这里是一个典型的适合家庭生活的社区，有丰富的餐饮、学习、休闲娱乐空间，大型优质的公共开放绿地，每栋建筑都各具特色。项目自身也提供多重便利服务和设施，包括礼宾接待、游泳池、健身房和水疗中心等。社区会定期举办各类文化、艺术、烹饪活动，为住在这里的人们带来健康丰富的生活体验。高档的内饰装潢为一片宁静的绿洲量身定制，落地窗使房间内部更加明亮宽敞，全透明延伸阳台让住户将优美的湿地及城市景色尽收眼底。站在私人阳台和露天平台上，还可以捕捉到双湖最美风光和周边的绿意盎然，目之所及尽是大自然的美好。厨房运用大理石营造出精致的都市风格，橱柜和台面为深灰色和浅灰色结合，橱柜和台面巧妙运用明暗设计，卧室细节处处彰显品质生活的追求，沉稳大气的配色不乏前卫与表现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 Hey, 英国小黑宁，我说关注我。